Fire Mission Grid, Juliet, November 159er, 683. 12 guns, 2 rounds. AT delay in effect, target number.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雷娘。今天是做一个不太一样的视频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教程吧，就是关于，这周也就是今天开始，德国科隆游戏展2016，也就是 Gamescom 2016，然后它已经开始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这个我最近一直在玩的一个游戏叫 Star Citizen 星际公民，它在这个。Gamescom 期间它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可以免费，就是你不用购买这个游戏里边的任何船包，就是你可以就是直接在8月22号，到具体哪一天我记不住，就反正8月22号这个期间有一个新的这个游戏的这个试玩，也算是一个 free fly。 然后你在游戏里你可以试玩的船只是Mustang Gamma、野马 Gamma， 然后 Sabre 就是那个军刀，还有这个军刀是个战斗机，然后 Mustang Gamma 是个竞速机，然后还有一个是 Starfleet， 就是那个补给船，或者是就是多功能货船和补给船。然后这个是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进这个这个免费试飞或者叫试驾。然后首先你可以 Google 或者是那个就是在百度也可以，就是任何搜索引擎搜索这个 Star Citizen， 然后就是这个结果它会带你出来第一个，就是百度有可能不是第一个，总之你就是要找到一个网站叫 Robot Space Industries， 就是这个就是它 Star Citizen 的官网，然后点击它进去。然后进去以后，这个是我是因为有这个记录，所以我是就是已经登录的状态。然后这个登录以后，就是其他的这些都不用管，可以看到最上方有个金色的字体，写着 Gamescom Free Fly， click here， 就是Gamescom 就是免费试飞，然后就是让你点击这里，然后你点进去以后，然后这些你要不想看就可以不看，但是你当然也可以看，你可以看一下就具体是什么。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试飞是就是从22号，然后应该是他说的是 Slow Monday， 让我看一下。22号是星期一，也就是应该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那个22号都会有那个就是那个游戏的那个试飞。然后进去以后，首先是这个看下面 step 一，就是步骤一，就首先你需要登录，因为我是已经登录的状态，所以它已经默认过登录上了。然后你如果没有登录的话，这里会有一个选项叫做Enlist or sign in， 就是 Enlist 就是实际上就是注册的意思，然后 sign in 就是那个已经有账号你可以登录，没有账号你就是注册。注册的那个过程我就不细说了，这个经常玩游戏的都知道。然后下面是这个 Enter your Gamescom Free Fly 2006 Company Code， 这个就是输入你的兑换码，实际上这个 code 都是一样的， Gamescom 2006， 然后点击这个兑换，然后好了，然后它这个就已经成功了。然后这一步实际上最后一步是让你下载游戏，但因为我的游戏已经下载过了，所以就不用管它了。然后这个就等于是你已经激活了这个了。然后如果你想点这个 continue and download， 你就点这个，然后它就会带你到这个 download 界面，然后让你这个下载这个下载器。然后因为我是已经下载过了，所以我这个已经是搞定了，就是不用再做其他的步骤。然后我们稍后看看要不要进游戏看看。好了各位，然后我们注册完以后，我们来游戏里边。大家应该知道我之前买的船只有一个初始的野马 Alpha 和一个短剑。然后现在我们看我里边有军刀了，然后也有 Gamma 了，也有 Freelancer 了，然后我们来叫一个野马 Gamma 出来看看。 KA09，然后这就是这次试飞船，可以就是那个随便开，
但是用 Gamescom 这个兑换码，你只能得到这三个，就是只能得到这三家。但是其实你是就是，如果你在现场参加游戏展的话，参观的话，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激活码去激活其他的那个船，就是但是只是试飞，过了这个试飞期，它就会取消这些船，就是从你的账号上取消这些船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是可以就是飞这个野马伽马的。所以就是没有注册的同学赶快去注册一下，而且特别是就是正好对这几艘船有意思的，就是可以考虑就是先试飞一下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买它们。所以大家看，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可以试飞。好了，启动了。Your journey begins now. All systems operational.可以看到是飞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所以这个没有注册的同学赶快去注册吧。我们在服务器里边等你们来一起试飞，不需要账号。最后再强调一下，这次试飞不需要账号的，就是你就是不是不需要账号，不需要买任何船包，你就算是一个船包没有，你就是想，就是任何一个船包都没有，你就是想体验一下游戏，你也可以去用我刚才教你们的步骤，然后把这个就是试飞的船弄出来，然后你只要有账号下载好客户端，然后再进游戏，这些船你就有的开。那么我想这一期的这个非常短的这个教程视频也就先这样吧，然后我们大家下期见。我是雷娘。